我儿子要把他的肾换给我，对吗？没有，您多虑了。我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，我就是去做肾移植手术的，移的就是继皇的肾啊。江大姐，您儿子移植给您一个肾，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？怎么就没有影响呢？ 他小时候就有哮喘病，发作的时候连上楼都困难，还得靠我背他上楼。你说他把肾给我了，那他将来怎么办？万一他以后得了跟我一样的病，那谁来救他？您想多了，您儿子也是尽心尽孝心呢，怕您受苦不是吗？您放心吧，医院配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完全匹配。 明天晚上老地方，不见不散。妈，我订好明天的车票了，行李也准备好了。哇，妈，您今天食欲真好，回去洗碗。拿回家洗吧。这两天你们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们再多陪您一会儿。走吧。 隔壁张阿姨还等着我看电视连续剧呢。那好吧，明天见。您休息吧。好了，儿子，季潇，来，妈。 要听哥哥的话，要好好读书，早点自立，别让哥哥操心啊！嗯，妈，我明白。你也是个好孩子，高考成绩这么好，为了妈妈，硬是留在了中地，是妈拖累了你们。行了行了，妈。 每天讲一遍累不累啊？好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明天还要坐很久的长途汽车呢，您先休息吧。 钥匙落在病房里了，你在这，我去拿。没事，哥，我们也没走多远，一起走吧。嗯，走吧。快快的！哎哎。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清楚，听说有位老太太出事了。
让，妈，不要过去，妈，别过去，妈，求你不要过去。 What's wrong?